其实鞋子非常的漂亮吧，你看最重要的是不是光是鞋子漂亮，这上面的鞋带更漂亮，我觉得每一个绑都非常有心意，如果你送别人鞋子再加上这样一个鞋带的绑法的话，别人是会非常开心的。但是米娅，我觉得这鞋子还 OK 吧，一般而已啊。怎么可能还 OK？ 绑得很一般啊，我觉得。你看这样的鞋子，这样而已啊，炫啊。我觉得另外一双，它整个是两只鞋绑在了一起。我觉得我应该绑得更好。我觉得，哎，那个摄像大哥，麻烦你看一下他这个鞋子，他自己鞋带都是松的。OK， 那我告诉你们，对我这样的专业嘻哈人士来说，当然有专业不同于一般人的绑鞋带方法了。不相信吗？对啊，不相信。Check this out， 看一下鞋带散的没有关系嘛，不过只要摇两下，摇两下，开玩笑，他觉得他这样摇两下，摇两下。就 OK 了，跟你说我有专业的绑鞋带方式吗？那 OK， 对于我魔术师 AK 来说，弄的 ，All right， 对于我魔术师 KK 来说，这一句话 See you next week。